隆重搞出题，隆重推出美食生死斗。我如果拿一块，可以，你们会瞪我。快，你试试看。如果是我的，你尝十五年的子弹，不行哦。哎八点档案发现场。我在国中的时候呢，我是卫生股长，为什么呢？因为我眼睛就像苍蝇一样利，案发现场，请看我罗志祥 special。小猪的眼力怎么真的如此厉害呢？全新内容，广告之后马上登场。让我们欢迎全新主持群登场。现在的时间是上午的7:30，我们通告时间是8:00。为了预防那两个小子，所以我提早半个钟头到。他们两个如果都还没有到的话，我觉得就不够敬业了啊！这样子的合作伙伴，我们要存疑，让他们感觉。哎呦，他这么小，现在才到啊！我们早就来了，我们珍惜这份工作啊！不是8:00的通告吗？哎，对啊，我们现在7:30呢。对，还真的是7:30呢，我没有骗你啊。等，为什么你们都有化妆师，没有人来帮我化妆？我是比较小咖。哦，不是不是，那个猴哥一般都是哦，小咖先化，大哥最后才化。在我心目中已经是跟飞哥站在一起。不要吓我，对啊，飞哥的耳朵里面你们害我。飞哥，飞哥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大哥。对啊，你不要谦虚了，你像以前有没有？瓜哥啊，就站在高大哥旁边，他挤着挤着挤着，高大哥就不见了。你就是那种感觉的，对，不是我讲的哦，是乔光讲的。你们要害我就听他讲嘛。飞哥跟好啦，走下坡就是。没有，他们一直维持在巅峰。我不是说是你把他们挤下来，是你把他们拖累。不，我会自动淘汰。喂，大哥，您先画，我现在去买早餐了。买什么早餐啊？我们今天录的新单元就是吃的东西，我干嘛买？对，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早上不用吃，因为待会会吃到很饱，就对了。山珍海味，我们现在如果吃的话，我们待会就吃不下，整个训掉。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吃得到，而且会吃得很饱，一定是。延安三位二线主持在后台你来我往，明争暗斗，到底今天谁才是赢家呢？美食生死斗。各位，这是一个全新的单元。喂，你们两个无间道的，这像话吗？这，哎呀，瓦宅，你好，哎呀，大家好，我是瓦宅啊，哎呀，太开心了，哎呀，哎呀，宪哥你好了，曾志伟，你好嘛耶，你很菜耶，同你亮，好嘛耶，我两重围耶，两重围，宪哥今天打扮也很不一样，是啊，你看就是小泉肯德基爷爷，你还装白头发，我这个赛事怎么肯德基啊？小泉手下，那么赶快来欢迎这位已经跃跃欲出的一位来宾了，掌声欢迎林立文马 Q。耶！马 Q， 美食生死斗，太漂亮了！我们这个节目，今天的游戏规则呢非常简单，我们在里面。等一下呢，就会为大家来好好介绍，好吧？何必在这里晒太阳呢？是不是这样？莫名其妙出来吃东西干嘛？掏家伙呢？是吧？然后我们往里面来，跟我走。我还没有介绍到，不要紧，你们这么忙的话，我自己来介绍。嚯！有没有零钱啊？来，我们进去吧。不要美食生死斗之谁来买单？游戏规则介绍：主持人与艺人准备享受各种美食，每间餐厅各推出3道豪华料理。在经过一番尔虞我诈之后，慎重地选择出自己最爱的美食。公布结果后，没与其他人重复选择到同一道美食者，即可享用。最后吃不到的参赛者将自掏腰包买单喽。嗯，大方。听说很好吃。小气之人不得有此。对，往里面走。
家位于信义商圈的养生铁板烧店，坚持无油与选用顶级岩盐的烹调手法，并且提供宽敞舒适的用餐环境，绝对是爱好养生料理的你非来不可的好地方哟。五位，今天呢非常开心呢，邀请大家来到这个餐厅来吃饭。我抗议的吗？你抗议？为什么要找大方这家餐厅？为什么？菜式很好吃，但是。有很不愉快的过去，没错，有个艺人叫九孔，带女朋友来这边，吴宗宪大哥做的刀，吃完饭他们就散了，就分手了，他们两个分手到这一刻还没有复合，我太难过了，我没有办法录了，我先走了，好，你先走，没关系，拉我了，不要再拉我了，喂，干什么？手放开，好，大家特别注意啊，是，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些厨师啊，绝非泛泛之辈，各位。这位不是别人，吴鸿忠先生。你好。哎呦！哎呦！你好，你好，你好。首先我给你们介绍我们餐厅的特色。我们餐厅特色就是少油多芡，今天唯一调味料就是盐巴。盐巴而已。对，我们用的盐巴也比较不一样，就是盐盐。盐盐。你说这一块是盐盐？对。我不相信。你直接啃。这。是咸的。喂，你我再回去了。然后，你干嘛？你还高兴？没吃了。结果怎么样？再来。今天第一道菜给你准备的就是和牛。哇！好大一只啊！先生，快一点，我们正式为大家操刀。哇，哎，他那个肉好软哦，你有没有？切那么薄，那个刀法那个精湛的吗？老板，你切的太薄了，我要切厚一点的。我们用的是乡村肉梨。哦，肉梨啊，哦，对，这个是日本的主蔬。肉来了，肉来了，肉来了。这个不要浪费，这个油的也很正。太好了，来。内行的在这。这批线油花先把它打散。哇，这批线。啊。居然。第一次看到有人煎肉没有倒油，没有油的，开玩笑，从头到尾没有油，没有油，就是没有油。哇，那个香味已经让我袭击大动，给我亲，给我亲。哦，老板，老板，我要七分熟就好。这个牛肉的香味，我到现在没有办法忘记啊。一口就把它掉嘞。各位，牛肉，牛肉。各位。哎呦。在这里呢，要再次谢谢你们今天的来参加，好不好？今天本节目呢，录影到此为止。哎，请迅速。还没有鸡耶？干什么？以洛梨、青提子及香椿所调制出来的独门酱汁，搭配顶级和牛卷，这满口养生的滋味，可是主厨精心为您呈现的。第二道菜，我们这一道是日本来的。北海道的北极贝，北极贝，北极贝加新竹内湾的野姜花，野姜花。各位，时间要开了。不要啊！快是人生相煎何太急。有看到？好扎实啊！这一道怎么来料理，大师？我们用野姜花，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料理就好了，只有放一点野姜花，放一点酒就可以了。来了，来了。好嘞好嘞好嘞，隔水加热吧，北极贝，北极贝，哦，啊，好香好香，哦，哎呦，盖起来盖起来，哦，闻到了，啊，哦，啊，红了，变颜色，它是跟虾子螃蟹一样，哎，为什么变成红色？新鲜才会变红，哦，我如果拿一块，可以吗？你们会瞪我吗？你试试看，如果是我的，你尝十五年的子弹。大哥，你就可以这样子。你敢动他一根汗毛的话，我与你势不两立。出道几年？你出道几年？王南，你出道几年？雷启佑。你出道几年？不要问我，没问题。他为什么他不用讲？他是清朝就出道。王南爷，他是清朝人。我跟你很多。当你在当灵眼的时候，我在你旁边要饭的，你忘记了吗？好。你是死人，我听你的。
野姜花的悠悠香气，北极北的阵阵海风，再再的挑动你的味蕾，这独具风味的料理就等你来品尝了。第三道菜，各位，食材在这里。是什么食材？我们第三道的菜是用一条鸡，只有两块而已。一条猪只有两块。牛票无港啊！一只蜘蛛的国语怎么讲？一只蜘蛛，一只蜘蛛。牛票安尼对啦，安尼唔得亲切，安尼唔得亲切对不对？讲多的了。啊，这地它又称松板猪，它这个猪的肉应该是属于脖子这边。对对对，脖子。就两块啦，就这两块。喂，人家没吃过。喂，好了。对呀、啊，各位。不要紧张了。所以大家没有看到是猪的这一部分。那做包子的肉，我知道。小时候我爸爸是卖水煎包的。雷说。我爸爸是一个奸商。你说。他们用脖子的那个肥肉把它搅碎，就当水煎包的料了。各位。而且菜是我剁的，都没有洗。各位。有时候剁到一只毛毛虫的时候，直接挑开。你是有以正气不气啊，还是过分了啊？各位，各位，我不用枪打你，我用什么东西打你？各位，正式料理。我们这一块肉哈，今天用这个红菊跟凤梨腌制36个小时。宪哥，你不是有吃过这一家店吗？每一道菜都吃过。都吃过，都吃。哪一个比较好吃？都非常好吃。这个就是。在全台湾各地受到民众普遍喜爱的面具大，你走反方向了。各位，快走！呀，给我一个惊喜！耶！脆软，有点 Q 的感觉。怎么可能没有葱姜啊？哎 ，Michael， 你闻一下，这边补个镜头。哦，太正了，哎，这个不吃。哇哦，红曲的香气包覆着珍贵的松板猪，一口吃下，那细腻的肉质可是令人难忘的。美食悄悄话耍心机时间，参赛者之间彼此尔虞我诈，说出自己最想吃的料理。最后统计票数工作参考，首先第一位登场。我选择的是牛肉，因为很难得吃到那样子的料理啊，它里面包的那个东西在外面是吃不到。我个人呢最想吃牛肉，当然是最想吃的。不是吗？可是我觉得那个北极贝，那个我真的没吃过，所以我会选北极贝。是吗？刚才在里面我已经讲过了，有没有那个海产类的，我已经下岔子了，所以说他们应该会很怨恨那道菜，他们不会吃那道菜的。我要吃牛肉。和牛，为什么？因为最贵。我想吃那个松板猪。各位，现在呢，五味的选择呢，都已经出来了：香葱、洛梨、牛肉卷，有两票。啊，谁的洛梨干什么？不要吃牛那边的。所以，你们两个反应都很明显。各位，野姜花。北极贝有给两点味，这把还是两头都分析，只能吃所以又干嘛跟我抢？这个意思就是只有一个人选了松板猪肉。你们两个讲的三道都有选，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尔虞我诈的吗？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之后，最后到底是谁能够吃到美味料理呢？美食生死斗即将展开，决战时刻规则说明：制作单位准备了三道料理的选择牌，五位参赛者决定现在最想吃的料理。公布结果后，没与其他人重复者将可品尝到美食料理哟。决战时刻，开战喽！今天您的决定呢，最后就是已经在这里了，能不能吃到今天这道菜？那就要看你们自己的决定了，个人有什么看法？有的时候我们五个要同心协力，
我扎左眼的时候呢，就是靠近你那边就不要紧。你是什么东西啊？我东西要给你报废吗？我跟你讲了，讲谁哥吗？你讲的最重要的精神领袖吗？你听我讲一句话，我们要领导要陪。你听我讲一句话，红红。各位，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很有可能五个人选到同样一道菜，大家都没得吃。对，你个人有什么说法吗 ？Q？ 说法，我就相信自己，不要听这些。是吗？所以你已经选择好。我们妖言惑众，我跟你讲，我选你没朋友了。啊，霍元甲先生，既然享受美食的话，那不要像你好像明争暗斗。吃顿饭有什么呢？对不对？今天没有吃到，他会死吧？那你不要吃，你走开啊！给我们吃啊！今天没吃到真的会死，因为早上八点就出门。各位，现在给你们大家开始选择，开始。好了，我选牛了。你不要跟我抢牛。说真的，好了好了，预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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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选好了吗？好，买定离愁，美食生死斗，看谁跟我斗。到底五人当中谁能够享受到美食呢？我要吃死老卫生锅。卫生锅，你收心了。才这个时候才秋天，录影的时候，见鬼了还穿生衣啊！录影的时候还穿卫生裤，我就很反感了。出门要带卫生裤。来，先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继续收看周日八点档《潘图图》。食生死斗，看谁跟我斗。开！松板红旗珠，干什么啦？松板红旗珠，松板红旗珠，三个出局。各位，有什么好吃的？各位，恭喜马克欧和林立文可以品尝到香川洛梨和牛卷与野姜花北极贝油。恭喜两位。那么林立文小姐，您的北极贝已经来了。马克小姐，你的香椿洛梨牛肉卷已经来了。太棒了，我来。三位，回到你的位置。我们连往前看都不行，我们变这么卑微啊？当然，一口。哦。不行，我也是赢的。所以文，你还挑啊？我们连吃都没得吃，你还可以这样挑？我放一只来这边。好了好了好了，就直接这样。立文，你吃两颗北极贝，会不会就像吃不完？啊，好 Q 哦，很 Q。然后你有没有海风的味道？有。我们没有，我们快发疯的味道。还是台风？哎，马上，我们说大家请三位离开我们现场。不是，先离开啊！请离开，谢哥，还不能在现场逗留，请离开。咱们走着瞧。再见。走。新人现在来到这个日本料理店，那么刚刚呢，大家有已经吃到饭的心情是上，有没有看到？哎呀，怎么样？还是不是意犹未尽呢？没吃到的心情是上。啊。哎。你生气的时候最像瓦仔，真的本来不太像，那鼻子适合再高一点，你不要这样。哦，张就蛮像，张蛮像。你刚才这个是弄来弄地的，然后现在弄他鼻子。对不起。好，来，过来。这家隐身于巷弄的法式日本料理店，店内装潢融合日式禅风与法式简约，提供的餐点更是极富主厨的创意哟。到底会是哪三道菜？邀请我们主厨出场。Introduce yourself to everybody. Hey, my name is 欧志豪，请多多指教。欧志豪啊，欧志豪，哎，不错，他做的菜非常自豪。我们今天有提供三道，然后第一道是不要告诉我们全部，先讲第一道就牡蛎，广岛牡蛎的寿司卷。广岛牡蛎寿司卷，广岛牡蛎，天哪！各位有知道历史，严格人都知道，曾经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军在日本的广岛跟长崎投下各一颗的原子弹，所以当地的牡蛎特别鲜美。是有辐射污染吗？在讲什么？你也吃了，你也没有二分头了吗？对不起，应该我们来乱讲好不好？对呀，对不起。先看第一道的食材。Oh my god！ 王啊！哇哇哇！哇真的，哇这么大一颗！哎呦！哎！好，我们现在立刻为大家做出第一道菜来。下锅了。各位，油的温度很重要，大概是几度？170度。听说手放进去不会受伤，是比较不会。喂，各位，刚有看到有没有？我们再请他再试一次，一天只能试两次。厉害了，这个炸，好香哦！一起哦，寿司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米本身，这个米，这个米。应该就是所谓的月光米，是。今天特殊，我们给你们一人一粒。好 Q 哦！大力一点，各位。一你为什么要那么多粒？一粒，两粒，他粘住了。手很干净的。我好饿哦。开始制造，瓦萨比，瓦萨比，那个醋不要放太多，我怕辣。OK， 希望你吃得到，一定要吃到。然后这是我们刚刚炸的牡蛎，各位，哦，那个再放多一点啊 ，OK， 不动呢，哎，小小的他竟然搞这么多牡蛎在。然后另外特别的食材这边是京都的水菜，各位水菜，对对。单单这一把可能至少要50块以上，很贵，因为它要贵，我看100块都要了，差不多。哎，第一道菜，使用硕大的广岛牡蛎和空运来台的京都水菜，这广岛牡蛎寿司卷可是一道海味十足的和风美味哟。第二道是北海道干贝可乐口，太大了，干贝。那我们现在开始要煎干贝了。耶！哦！前面的观众不要站起来好不好？后面有没有买票？不要，请不要站起来好不好？哎，不要，好，坐下好不好？我们后面有买票。你们很饿吗？其实我也已经开始饿了。那我稍微封煎完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做一个 from 北就喷火的动作。喷火，喷火！分手的时候，我们先让它起个锅。分手啊！海鲜它就是要因为一点点有哪里最经常听到两分熟了？哪里？就是街头篮球的们。两分熟，三分熟，好熟。两分熟，三分熟。对，是球了。是我们二婚还是二婚的？我有二婚了。我今天又饿又冷。而且呢，看到你就想运球。不懂篮球，不要跟篮球装熟啊。对啊。好，来了，可乐饼来。可是哲学来了，外面的可乐饼呢是用马铃薯，我们则是用炖饭。炖饭，可乐饼整颗包进去啊！哎呦，整颗包。是。请问一下，可乐饼为可乐在哪里？没有，它名字叫可乐饼。我们跟这种白痴在一起很丢脸。饿的要你还可乐饼？可乐。可乐在哪里？回来。太阳饼里面有夹太阳吗？长颈鹿给你吃了，长颈鹿来教吗？老公，你里面有老婆吗？对呀，真的是神经病嘛！去，好，那我们现在准备下锅了。好，准备下锅了。是。哇！五个，我要5个。哦，哎，来，好了，起锅。耶，好漂亮的圆圈。哦。切干贝。哦。我来切。给我们看里面。老板成本。我要看里面。老板成本。哇！以番红花和北海道大干贝所做出来的可乐饼，外酥内软，绝对是女性最爱的极品哟。哦，第三道菜，这个就大菜喽。没错，这一条鱼不得了了，各位。鱼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条鱼。哇，这个海鲜店这一条鱼是石老鱼。这只鱼的那个味道是怎么样的？非常嫩，它是淡水鱼还是海水鱼？对，甜甜的，不油腻，对，不油腻，对，这样子。这一条鱼呢，适合拿来做火锅，火锅。那大家有没有今天注意到吃了两家餐厅之后，你有没有感觉一件事情呢？谁跟你吃了两家餐厅？谁吃了？吃了两家。我没有吃，就只有你吃。司令官，司令官。啊！有听到没有？把鱼放到汤里了。好大片。大师，这是米寿西鲁的。哎，其实它只是很淡的一个味噌。清淡的。白木耳了吗？啊，金针菇啊，不是白木耳。那我也二分了，我也二分了。他都可以讲，干贝讲成鱼，没有这样。那我现在把锅盖把它盖起来。各位，等一下，先请问一下，现在要盖起来，家属还有要看的吗？要看一下，让你修。来，我跟他讲一下。哎，我跟当事人讲，前女友来看你啊。啊？这是谁啊？你有那么多个啊？都不太清楚。真的很香。好 ，OK。好，现在可以盖起来了。好。哎，稍微让。我还没看到。对不起。看看最后一眼。对不起。最后一眼。那个钉子已经钉好了。请您看。哇哦！以味噌、海盐和天津白菜精心熬煮的汤头，再加上石老的鲜美，绝对让你回味再三哟。这些个皮子，每个都会选锅，拼锅，对呀，会选熟悉，所以我觉得我这次我要选锅的。而且你知道吗？当男人哦，最喜欢什么？这个补那个补，对不对？那个都是身体形态看烂眼。我告诉你，红哥就需要。我告诉你，根本就是妥当。今天哦，我要选生蚝寿司。他们两个家伙，对不对？已经吃过了，一定想喝点汤，所以那个锅千万不能选。然后我跟你讲，前面有一个饿死鬼，红哥老师他们那几个人的饿死鬼，他一定选那个苏喜。我跟你讲，油炸的可乐饼，我这次选 OK 的。来，你觉得是哪一道最香？哎，味噌石老锅只有一位。怎么可能？我选的。不要跟我抢哦，他是我。各位啊，不要再演了啊。那么当然呢，是眼睛看到，这是视觉上。如果没有办法让你的这个触觉或者你的味蕾真正去感受的话，那这就是一种煎熬了。各位观众，如果你刚刚有转到这个台，你就知道我刚刚说的，我就是唯一一个我要吃石老味噌锅的。卫生锅，你操心了。还这个时候才秋天，露营的时候，卫生锅。对呀，见鬼了，还穿生衣啊？露营的时候还穿卫生裤，我就很反感了。出门要带卫生纸哎。来，我的感触就是，我觉得这一次大家都很明显的觉得有一样很特别，但是我要逆向思考，就是大家都会选那样，我就。大家也都会不选那一样，所以我就要再选那一样。你讲的等于没讲。各位，刚那一段。无间道。难道听不出来是一段绕口令？大家都会选那样，所以他就选那样。因为大家选那样，所以大家不敢选那样。不，他又选了那一样，所以大家没选那一样。手里啊，桌面。勾到了啦！好，乳沟还没勾到，不要动。梁朝伟，我还没有讲。对你选择的是，我选的是一般人比较不喜欢的感觉。什么？比方说，在做某一项赌注的时候，他最不喜欢的两个字。那就很明显了，好不好？好 ，Everybody， 美食生死斗，看谁跟我斗，开战！饿
欢的洪都拉斯，九孔和虫虫是不是有机会吃到美食呢？唯一一位，有乳沟。站起来！你有，你要给自己有信心。霍尔云甲先生，你们加油！越讲我越受伤。霍尔云甲先生，我们难道连乳沟跟排骨都分不出吗？说的也是。周日八点档案发现场，柯南根本就在演我的故事嘛？为什么？其实我不信我。我姓柯，柯南祥。自比柯南信心满满的小猪，是否真能顺利破案呢？先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周日八点档 Part Three。林立文与马 Q 是否会再度吃到美食呢？而洪都拉斯、九孔和虫虫是否会一路追到底呢？马上进入决战时刻，美食生死斗，看谁跟我斗！开战！关岛寿司，关岛寿司，关岛寿司！那么清楚，堵住的时候最不想听的两个，你不偷看我一下？吃什么寿司啊？请上。恭喜林立文和虫虫可以品尝北海道干贝可乐饼和味噌石老锅哟。好，各位，现在两位准备上这两道菜了。可乐饼吃在我们林立文这边。哎，你真的很厉害。对啊。再看看这两个衰人。衰鬼！你还好意思讲？我都跟你提醒说，那种赌注最讨厌听到两个字就是苏喜，苏喜闽南也叫做苏喜，那你还去选苏喜，你根本就是卧底的嘛！不要吵了，不要吵了，没有他你也一样吃不到。因为还有他，你们这三个衰鬼。立文，来，要我帮你夹吗？炖饭哦。怎么把它射出耶？太过分了！人家这边痛苦的要死，你那么大口，怎么样？你吃得出它米粒的感觉？米粒可以。跟平常的不一样，对不对？小锅干贝。啊？好过分！我给钱了不行吗？我给钱了不行吗？你给钱你的钱，你给钱完了，当真是当完了。谁在吃啊？我的钱，来。哎呀，真的好。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有此时此刻。哇塞！我这辈子会永远记得这一刻。后面有点那个，哎，站不好。自己悲伤的时候要看着人家好。知道吗？我本来想把整锅都弄翻了，怎么会这么毒？各位，我的李长师，我等了15年，死了。我可以自杀吗？好，这个可以，但是，请用你自己的枪。哎，但是用自己的枪也不行，请到马路上。死在这边我没问题哈。各位，开始享用我们的石老汤。啊，这样你懂我刚为什么？宪哥，我跟你讲，有一句话形容这个汤，叫朝闻道，夕死可以。早上闻到这个汤，下午你就可以去自杀。塞西亚的地方，人家哎，怕是日本料理，你朝闻道，夕死可以。那不是吸血的吗？走开！啊，日本。品尝完创意的法式日本料理，接下来我们还会品尝到什么高级的料理呢？美食生死斗今天来到这个地方，那就厉害了啊！那么我想啊，两位已经客完了一餐，是的，很舒服，而你们是完全无法体验其中的感受。现在已经要打灯了耶！打灯，我从早上，你那个笨蛋，到现在打灯了，我们还没吃到东西。打灯是假，你可以先走好不好？那个带走，我们两个必须要有一个人先走，我们才能吃到东西。啊，这一道菜，这个餐厅可就爽爆了。
单单装潢，眼睛看到就是5000万。哎，它的总店就在纽约。New York City。各位，全世界最好吃的牛排就在这里。I like to your space。我要吃牛排。Follow me。I like to your space。Okay, it's okay. Follow me。耶。哎呦。一走进这充满古典与贵族气息的美式餐厅，它将亲切地呈现给您叱咤比佛利山庄数十年的美食飨宴，并带给您视觉与味觉上的双重享受哟。大厨你好，来，请来到我们店。哎呦，还真的是金牌啊！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家牛排店它是从纽约发源是这个情况？哦，这家牛的排店是从我们美国1938年从比佛利山庄，然后一直。今天我们有几道菜，我等一下要跟大家一一介绍。先介绍我们的成员，好吧？这一位 ，My name is Chinese Kung Fu Fondi， 他的英文全名叫俄勒伊田。饿了一天，搞了一整天。我告诉你，你不要这样讲我，我不饿。你现在不饿，你不用为了做效果，然后没得吃，搞到最后闷住的是你自己。脸颊，脸颊，我真的好饿，真的饿了。好吧，我真的好饿，真的好饿，加油。希望你真能吃到，不是，就提示我一下。不，这公平的，这怎么提示也没用啊，对不对？像刚刚喝到那个汤的那个大热门，所有人都不选，结果喝到汤的人一辈子有业障，有业障。他没有在嘛，在演艺圈里面找到一个真正的好朋友。吃到第一道菜的那个人有背后灵，扯了，乱讲。各位，告诉你，羊排一定有这独特的地方。好的，羊排你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我们先加上我们劳瑞斯特制的胡椒盐，胡椒跟盐，那再加，首先先加上我们一点奶油。哇，奶油！哇，连奶油都是黄色的，好特别哦。你有看过奶油别的颜色？奶油黄色的，好特别了吧？还是啊，我饿昏了吧？我来这样讲。首先我们现在开始来煎羊排。煎羊排。煎羊排。啊！看人家煎羊排。Medium, sir, can you give me medium? Yeah. 就是我那个羊排哦，你眼睛的羊排有在吃五分熟的。我已经闻到味道了。你我们没有鼻子啊，没有闻到，我们都不会闻到啊。这里面只有一个人闻不到味道，我们是有人感冒，就是他。有吗？你闻到味道吗？有闻到。不要把它贴那么紧啊！把他的眼睛遮起来，我们问拿个肉给他闻，看是什么东西。各位，好香哦！啊，有，羊排差不多到我们这个色泽就应该是差不多了。闻到了，对，真的奶油味道好香。这时候我们要加上我们独特的那个白兰地。OK， I like。比几千块。吃了一道菜，你还在招呼吃的，现在也不会饿。我们8点到现在还没有吃嘞。哦，这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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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漂亮。哇，看起来好吃啊！好幸福啊！好意思的是，第二道为大家带来的是，哇，是吗？各位直接上。我们是生鸡的吗？这是生鱼片的吗？精选大西洋龙虾，在经过主厨的巧手焗烤之下，鲜味十足的龙虾就要上桌喽。百万名车即将推出，第三道菜。哇！哎呦！
个应该是什么酱，你知道吗？少年杨家酱。哎呦！因为我红一台的，红一台。要泼一下。少年杨家酱。拍谁？拍谁？加这个是什么酱？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牛骨熬成的酱。牛骨熬成的酱，它的名字叫什么？整个名字叫什么？牛骨熬出来的酱叫什么酱？少年。少年什么酱？少年杨家什么酱？杨家酱。你这么快就被影响了，各位。哦。哦。他还冒烟了。各位，现在三道菜都已经出现在大家面前了，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悄悄话，大声说。目前最吸引我的牛排。老板，为什么这么大一块？那个龙虾也正啊。我觉得还好，视死不为我的牛排。当然是牛排啊，这牛排最有名耶。刚刚我们已经串通好了，就是我吃龙虾，那他们两个各选两个。我希望大家能够遵守游戏规则。因为你的选择是，我刚才了解到，他们怕羊骚味。连我不怕，而且他们都知道我属羊的，一定不会选那个羊排。吃自己。对。OK， 你想点龙虾对不对？你不要给我讲出来。选好离手，不准改变。你不要偷看我的。我没有看。Matthew， 你好好珍惜你的发言。你是今天来的五位来宾当中唯一一位，怎么样？有乳沟的。站起来，站起来，站什么？站起来，站起来！你有，你有，你有，你要给自己有信心。霍元甲先生，你们加油，你们加油，你们加油！因为这样子，我又受伤了。报告谢哥，霍元甲先生，我们难道连乳沟跟排骨都分不出吗？说的也是。好，到这里没急。各位，现在你们的选择都已经放在手上了，不准再有任何的改变。最后一次选择了，三位参赛者是否能够再度连庄呢？而九孔和洪都拉斯这两位 C 神到底谁来买单呢？最后决战时刻马上登场，美食生死斗，干杯跟我斗，开杀！羊排，羊排，羊排，挂挂挂！我天哪，经典牛排！恭喜马蒂欧和洪都拉斯可以品尝正烤大西洋龙虾和经典的牛肋排哟！啊，好幸福！哇，来，哎，呦，先挤柠檬啊！哎呦，这先挤柠檬哎！挤柠檬哦！哇，我对柠檬过敏。你还有脸讲？你有什么资格对东西过敏啊？奶油酱，我女孩子一般怕太油了，她旁边有沙拉。哇，整个香味是满头爆炸，满头包哦，满头爆炸香味，哇，好好吃哦，很可惜耶，哎呀，没得吃，好可惜啊！来来来，该是咱们牛肉上场啊，这个一定要啊。上面合计还有筋，有没有？来看看，你以为吃牛排有刀叉是为什么？我们手下手足情深啊。哎，小心！你们一定要这样子吗？陈哥，小小的一块牛排，才小小的就过来。哎呦，陈生，你不要太激动，先等久，因为我们要享受牛排的同时，我考虑感觉。哦，吃好难看。我不相信会有这种感觉，我不相信。哎，我不相信。哎，各位，麻烦你。麻烦你把这两位驱逐出境。对你说啊。啊？我被驱逐三次了，还要驱逐出境吗？哎，他们两个没赶你走啊，因为。你要为今天这三家餐厅买单。刀刀雷之杰
大龙，我们一直谢谢我们的恩公，总共164,800，谢谢。谢谢盘子，谢谢盘子，把这两个带走。哎呀，可闹呀，可闹！手机的美食生死斗，谁来买单？有咱们的九孔大爷买单喽！总共买了164,800两银子。下集的美食生死斗将会有谁来买单呢？咱们下周见喽！小猪最惊恐的一天。别！哎呦！哎！哎呦！哎呦吓到人是不是？爸，爸，爸！敬请锁定案发现场，内容非常精彩，千万别转台哟！欢迎收看中午八点档 Puff。现场哟！哎呀，厉害了！咱们右边有我们的唐崇盛先生，我是崇崇。哎呀，还有我们的九孔了，哎，买了一只奈何。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宪哥了，多了两名生力军。哎呀，那当然了，开玩笑，我们今天穿的这个叫苏格兰。哎呦，苏格兰的服装啊！一起来到东边，哎呦，这个觉得酷迪一阵凉意。今天来到这边啊，不是吹牛，我跟你讲，高级社区豪宅啊，在内湖。内湖这一带啊，听说现在全部都是豪宅，那当然，房价涨得非常的厉害。而且只要跟过宪哥，好像都买这里。哎，动豪都买，对，不搭不漆的都买这里。康康很 no no， 连 no no 都买豪宅了。哎呀，这里看得分外眼红啊。no no 那个豪宅离这里啊，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no no 都可以买豪宅，而且3000多万？为什么？有好了，给你买了。我内湖才买700多万的，700多万不错啦。我跟你讲 ，Ono 人家买这一边，对不对？买完之后，这个节目马上没了，是不是？所以康康也买，康康也买那一边，哎，也没了。好险，我没买。你们有买这里的吗？我这边我没有。他住这附近，没有。我在戏子，恐怖。我跟你讲，今天这是。有一户叫做蓝先生的，他们是住在这里面啊，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哎呦，想想看，哎，要拿60,000块的奖金哪那么容易啊？既然我们不愿意给的话，我上去先把他打昏就算了。不能了，景气不好，60,000元难赚。上班族2个月的薪水。所以我们还是要捍卫住。当然。好，加油，我们先进去了啊！捍卫60,000元，60,000元。冲啊！三楼。啊，这个各位有没有看到？起码肯定。恭贺新喜有没有？这留个象，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去年。哇靠！现在几月已经在光头新喜了，对不对？啊，六号就是这间了。6号是吧？好，那你就一切准备就绪了啊。就看队长怎么样，准备开工了哈。陈先生，陈先生，哎呦，你好，哎嘿，陈太太是吧？哎，你好，这个真的是一家多口啦，有没有？啊，这个他们感觉像爸爸妈妈看不清楚是什么，到底谁是爸爸，谁是妈妈？我知道，开会。他们这一家人呢，可能就是啊，爸爸妈妈出国旅游。剩下几个年轻人想说搞一点零用钱，你一定是蓝爸爸啦，蓝爸爸。喂，哎，这么小，怎么可能？哪一位是蓝爸爸？不在家，我就是，我是太内行了。来，好好介绍一下，你是家里的老幺。老幺这么大？天哪，那老大在哪里？这是老大，你好，你好，蓝姐姐，你好，你好，蓝凤凰，哎呀，蓝凤凰，哎，这位是。老二是吧？哎呀，老二这么大，啊，这位女朋友，朋友啊，难怪他刚走进来我就听到，哎呦，一走进这个大门，听到马上听到，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还有这个，哎，这个，这位是。嘿，我新娘访问那么久，终于有漂亮的。人家都很漂亮啊。还有没有接受到？哎，接受到是吗？不用了，他长大看录影带就知道。而且你
个大头鬼这么你好现实、啊。妹妹叫什么名字啊？谢谢啊。新制服新成员新气象。本周的案发现场来到了台北市内湖的蓝公馆，一进大门光线充足，整齐明亮的客厅映入眼帘。客厅后是从不开火、没有一丝油烟的厨房和饭厅，最后是有个性的二哥房间。接下来跟着楼梯上二楼，第一间是兰家大姐的闺房，旁边则是幺妹的房间，以及整洁的浴室。二楼最后最大的一间是不在家的蓝爸爸及蓝妈妈的主卧房，一点的分布就在这些地方了。而报名的蓝家三姐弟还找来了两个朋友以及大姐的两个小孩一起来参加。最负责躲猫猫的是朋友 Alice， 蓝小弟蓝小妹，负责监看荧幕的是蓝家的三姐弟和朋友 Peggy。 心跳计当然是由大姐负责别上，为我们提供情绪的反应。案发现场游戏规则，只要在限时30分钟内，一人不能够及时把这些人及有问题的物品找出来，家人们就可以获得奖金60000元呀。听说你最喜欢的偶像是谁？啊？哈、啊？谁？谁？哎，提示提示。对，像什么猪？小小猪小。喜欢小猪对不对？他最近出唱片，我告诉你，信不信都由你们。他们今天就来到现场，相信吗？相不相信？相信？相不相信？欢迎小猪。这个是我们一个单曲的。哎呦，你哎，金吾门呐、啊，对，我们要好好这个收藏一下，好吧？真的会听到？当然了，一定的。哇，每一首歌我都把它背着。弟弟，这个给你。我是说给他，我出去再买啦。哦，没啦，这买不到这个，买不到哦。对啊，这几个买不到，现在才在预购而已啊。其实最感动的是我，这辈子出道18年，第一次有歌手，是吗？谢谢。男家，好吧，男家什么？男家，男家的姑娘都很漂亮，而且都未婚，好吧？看到没有？对对对，男妖美丽，利用宝宝毛。我们一起来跳跳舞蹈 ，1 2 3 4，当当当当啦当当当当当，我跳当当当当啦当当当当当，嘿，进进进进进，五五五进五分，我怎么会这样？不是，哎。我先换衣服好了。哎哎哎，莫拉，精武门，要不要现场唱一下？精武门哦 ，special 呀。对呀、啊，现场秀一下。这个机缘巧合，我一定要好好讲一下。对，是当一个歌手，一个艺人，一辈子可能只有1到2次能够在供桌前面唱。还有啥？还有啥？唱片大卖，唱片大卖的，来来唱。哎哎哎！我宝贝啊，宝贝看看，不关你什么事啊，人家他的小弟可不可以有机会出个唱片？浪费我们录影的时间了。烂货，你这来来来，哎，我这一定是先搏第一个，对，10万。啊！以前的网友这是不是有玩，反而压力大。一开没有啊，真的。无啦，安啦安啦，来拜托。我们在做。哎，这个国内好歌手越来越少了，好不好？好，给我们出个这个啊。哇，这个。上班丢了。上班丢。上班丢。啊！感谢感谢感谢。哎，好好，各位不要闹了，各位，我们今天有60000元的奖金，好不好？是。6万块。哎哎哎！哇！感觉就不一样啊！哦，太明显。这60000元，好吧，小猪您来检验一下，不能吹牛的。对，制作单位带回去检验。哎！我带回去检验哦。你把关上，好，关上，关上。很难听。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等，潮流性歌手，快点，先哥。
这个女孩叫小慈，她第一个呢，她是很有善心的；第二个，她不是丑。所以由我们来，害我们等好久，她都没有。对不起，那我们今天啊，你这三十分钟的时间，好好把握，这是为个人荣耀，绝对不可以有放水或者我们这边泄露消息，这个都不会。玩游戏一定要这样吗？游戏呢，公平、公正、公开。我告诉你，全台湾艺能界帅哥通通是天秤座，什么星座？不能骗观众啊！今天就是不管如何，一定要公平公正，好吧？那你外面可以吗？我们 C。五分钟，五分钟，我这里会计时哦。对对对，哎，你先到隔壁哈，那个八号那一户哦，老张他们家，好，别玩了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呢不哈啦，是，好好小心，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马上去躲起来。小慈，你旁边等我，你先换辫子。啊，可以。是假的音箱。这是假的音箱。太 over 了。太 over 了，这个我这样看，我在这个长相里面，对不对？已经很奇怪了，然后上面放三只小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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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这个要躲进去，这个是哦，妹妹要躲进去，里面躲。会不会讲啊？我说假的音箱，怎么看出来是假的音箱？好，妹妹躲进去哈。妹妹躲，没有没关系。哎，这个房子几平大？很大呢，80平哦，哇，那很大哎。来，这来哪里？滚！全部都是滚！各位啊，这个磅秤屌了！我跟你讲，小猪这个笨蛋应该找不到。小猪很聪明，而且他对体重很在意。两个了，好，来来来。高频的拖鞋。烧饼多点，对对对，这个蛮贱的。对对对，那这个等于有点送分题啊。好，两个疑点，一个人来，这太容易了吧？不错哥，还有哪里？这里面就这一个。对，再来是楼上。厨房了。哦。哎呀。这里。好，各位。你看这个烤漆就知道最近才上漆，这个平常想设计的有点粗糙。可以一眼就看穿了。对对对，但是也不能通通太难了嘛，对不对？楼梯间它刚好有个卡位的地方，两个人两个一。去。今天这个单元对我来讲真是一个蛮简单的一个任务啊，因为小弟我呢以前在友台啊也是有主持类似这样的一个节目单元，但是用人去办的，叫《十面埋伏》。当时呢，我就是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找到很多的那个蛛丝马迹，这种小 case， 而且频数这么小。太简单了啦！我刚刚其实我已经看到几个了啦，他们其实还没 setting 好，其实我已经看到几个那种准备要放哪里，我都知道。好了吗？还没的。你看门有声音，代表他们等下会用一个海报这个东西。好，来到二楼这边有一间。哇！哇！猪鼻子。哎呦！猪鼻子。哎呦！明显的，不是？哎，还是活体呀、啊。哎呦，不是、啊、真的啊！这是真正第一批呢。我靠！哎，我靠！是啦，那个是真的菜市场拿回来的。好明显了，你这个骨头哦，太明显了，对不对？哦，阿雷，因为他头会歪掉。那样讲是，我们有一次啊，宪哥，先跟你讲话，他讲太快，宪哥在讲话，你讲话，你以为我不能接吗？来，三个疑点，两个人，三个疑点，二楼另外一间，哎呦，这个男的，这很难啊，见鬼了，你看，罗志祥，永清啊，你来看，永清啊，没有，孔志祥，然后孔哥的脸，就是你的脸呢。我们来选的话是怪怪的，但是呢，小猪就 OK。怎么说呢？因为他自己嘛，是吧？好，这样可以吗？好，可以了。好，四个疑点，两个人，剩下一个疑点，一个人。这个。啊！啊！中太贱了，我都。这有什么？你们两个来了，什么？唱出来有什么？对不对？有什么？里面吗？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就在您的面前啊！哎，马桶刷不是啦，可以舔的啊！是，
五颜六色的。白痴啊，这里啊，隔着我们之间这个，这个啦 ，Sugar， 哎，好贱哦，好贱啊！你也现在才看到？对啊对啊。可是这很像那个啊，就很像一般的那种彩色的。各位，珠帘、欸，这个太贱了。珠帘闭合，对啊，太好了。哎、欸，这个很难。最后一个音，哎、欸，最后一个人。因为我呢，狮子座呢，虽然是一个很大方、很大男人的一个星座，但是呢，他的确是一个很细心的。因为我上升在处女，处女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星座，所以呢，待会呢，我一定可以一下子呢，找到那一百点。我就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先了解一下家里的环境，待会呢就可以准备开始，加油。我只是今天这么大。啊，各位，这个就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么大一个报纸，啊，一定要躲里面。我讲哈，脚就很粗鲁，他那底脚翘着。你都被掐到要害，不能不能这样哦、喔。嗯，我们先试球一次。我想一般人我是不给他机会的。好大的抱枕哦，因为你，我跟你有点交情，所以说哦，还可以试球。不能这样哦。哎 ，Hello， 哎 ，Hello， 那个孔哥，过往，过往。哎，弟弟可以呼吸哈、喔，可不可以？弟弟。喂，弟弟，哎，对，哎，弟弟，好好，可以，好吧，等一下把它弄好一点，弄像一点。这靠枕啊，他人靠里面，靠枕放外面。现在好不好？好吧，好，好不好？哎，我讲啊，躲里面，靠枕靠外面 ，OK， 哎，叫小猪进来。今天60000，我们蓝家是拿定了。我们赔啊！告诉你，我们就是拿定了 ，I want it。走 ，Yes， 呀呀呀，八大疑点。首先，小妹妹躲在客厅特制的音箱内，二哥房间内的体重计数字全部是100公斤。厨房地板上有一双烧饼拖鞋。接着 ，Alice 躲在楼梯的隔板后。上了二楼，大姐房间有一只装着真的猪鼻子的牛魔王娃娃。隔壁的幺妹房间桌上有一块将小猪心脏片封面换成九孔脸的滑鼠垫，而厕所门口的门帘是软糖门帘。最后，小弟弟躲在爷爷奶奶的主卧室床上伪装成抱枕。另外，因为小猪只有一个人玩躲猫猫，所以制作单位决定，当小猪找到一定与主持人聊天时，时间暂停。哈哈，这么好的优惠，小猪是不能够破案呐、啊。门一开，咱们直接就是开门放人。好，我想要尿了啊！有啦，去尿尿来，各位，你要尿吗？可以啊，顺便尿。来，跟拍，跟拍，等我一下，来跟拍。真的吗？真的吗？等我一下，哎，应该可以。等你啊，等你。等等等等。小车计时开始。他撇个尿撇8分钟，他今天是来，他肚子快出来，来老帅啊，是吗？对啊，前面高，哎呀，太值了这个啊！好，好加油了。小猪在内地哦，也是去上大号了，是吧？对啊，歌迷跟到公厕。哎呦，对啊，在外面，但是他就不能签，他蹲在那边啊。哎、小猪，罗志祥，出来签个名吧。签个名啊？不知道，不出声音。是啊。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你出来跟我们签个名，对你对我都好。小猪在里面哦，赶快夹断！我靠，哎，已经30秒过去了，哎，开始了，开始了，喂，免费了啊，哎，栽了，栽了。时间不多了、啊，准备开始了，准备开始。最近是不太舒服，我跟你讲啊，只有中央卫视那个地方啊是没有的。那你先陪家属一下，好，只有这一区里面没有，其他这一区啊，这一区，这是我们的总部。来，你有没有看啊？时间过真快呢，它已经过了1分半。来，嘿嘿，宪哥不好意思啊，哎，小猪，你看，我坐中间的，要不然这边坐一下啊，嘿嘿。哎，你心跳加快啊？怎么还好吧？哎。124是要你的，哎，你是不是觉得我靠近这个你会怕？没有啊，没有。哎呦，一般没有
的喇叭会放这样子啊？会，怎么没有？我们家都喇叭这样子的，特别好厉害。哎，那要用歌来找，哎，敲敲门，你在不在？有人说你我哎。哎，姑娘，你快破表啦！118，110，没有啦，那个没有事的啦。哦，这就一个花台了。哎，喇叭，他就知道你要来。你看这么多的猪哎。对啊，他自己没有啦，他是知道你要来，没有啦。这什么？这什么？暂停，看看，哦，吓坏了，妹妹，妹妹吓坏，我在敲他，他已经在里面是，对呀，完了完了，哎，我们今天凶多吉少了，你看，小猪是很聪明，好不好？开玩笑，好可怕，好，赶快继续找别的啊，找到一个嫌容易人，你们还有没有？没有。确定，确定，不能骗人的、啊，不会的，没有人骗你的、啊。两位先安慰一下家属，不能任何提示啊。这是我们节目里面无聊之事，就是也吓不死人，然后也没事。但是呢，我觉得呢，一般的人家新开这个节目，觉得啊无聊就关起来，对不对？哎是。重点里面应该有。啊。哎，又多了一个。好不好？里面有躲人，之前谈到把他震出来。哇塞！来来来来。爱你，你在哪里？爱你，你在哪里？什么歌啦？喂，人家弹你唱一首你的新唱片有自己写嘛？对不对？有有有。小猪才艺真的是没话讲。我唱的吗？对啊，你在吵什么？没有，就听你唱合音啊。那你合的啥？一个好的歌手需要合音天使。对啊，我真的，我不想。好了，时间继续，来来来，快。时间继续，25分钟。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在这个愉快的歌声当中呢，很高兴我们紫檀演员在告一段落。对，哎呦，吓死人！哎哎哎，找到时间，我吓到，吓到！哎，九孔，来过来过来。哎，那个笨蛋被假人吓到，对不对？骗了，真的吗？假的，应该有啊！喂，真的像丢了，像话吗？抽血干嘛？哎，如果长相，你长相会吓到人的，真的。哦。懵了你生了你小猪真的要把握时间了，我不想，因为齁现在你才找到一个，对不对？对啊，马上好，那还得了，轩哥还剩22分半，哈，22分半啊，我跟你讲，你现在基本上是严重落后4分钟，哇塞哇塞，4分钟算久了，你又不紧张了，好轻松啊。哎、欸，你跟那个什么信田来未，对不对？对。你们要合唱的，对。哇，不错。信田来未算是那个实力派。欸、你看，11、23。不要乱叫吧。要打电话回家给你妈。长得还好啦。现在怎么可能会两台电话呢？长得还好，哎、欸，有啊，家里10台电话也合理啊。对啊，信田来未啊、哦，长得不漂亮，但那个不是你的菜。
就是说长得不怎么样，你完全。小猪是外貌协会。刚才合理。瞎掉啦！在哪里呀、啊、？Oh my god！ 哇，差点没有录影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急了！哎、欸，你怎么？各位，小猪急了嘛？急了！赶快好不好、啊？哎、欸，你不要干扰他了，他急了！我跟你讲哦、喔，搞到现在只找到一个喇叭人，完了！我不知道他在叫什么。哎、欸，你是在你是在送啥？我姓班啦。你脸是？疑点很多哎、欸，疑点很多啊！搞了少了一个啊！不瞒您说，你刚就经过了五六点啦。对啊，我刚经过五六点。是啊，这么多提示你都找不到啊？哪里呀、啊？不能我错看你了，不能提示，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了。想太多了。闪人。没有吧？哎、欸，他们就这样经过了，经过一二楼就。哎、欸，真的哎，这个猪鼻子，找到猪鼻子啦！啊，对啦，猪鼻子抓到，抓到，像这个就是疑点，好不好？为什么这样算疑点？而且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房子里面有那个烟熏猪鼻子的味道？它是一只牛，看出为什么会有个猪鼻子，好不好？那这个就送给你了，好不好？不要，小猪拿着猪鼻，赶快。继续，赶快，快点，快点！还有，我讲，一般呢，点人应该不会在一个房间太多，快点！啊，小弟弟，我来了，小弟弟，哈哈！时间还剩20分钟，很快啊！再请我来啊！哈哈，哈哈，啊哈！为什么呢？各位观众朋友，我告诉你，很明显的，他的脚呢就在这里。他的头呢，一定在那边，哈哈！尤其这个太不像了，这也太假了，是不是？没有人会把他怎么放下睡觉。很仔细耶。对啊，他专门挑重点，对不对？哎，所以啊，你就啊，是不是？所以了吗？哇塞，你那个心机很重哎啊！哎，妈，还好玩啊！玩啊！玩啊！真是太可惜了，抱枕做得不太像，以至于弟弟被找到，生而不安。弟弟往生了，现在抓到了。啊！可惜了，把它拿出来，搞不好人挂了啦。他站在这边呢、啊。哎、欸，他真的很勇敢，从头到尾不吭一声，会不会真的昏倒、啊？好，找到两个人了，各位，两个人，还有两个疑点，哎，一个疑点，有了，一个疑点哦，跟一个人，还一个人，四个疑点跟一个人，一个人想，一个人走，哎，不要扰乱我这里，一个人哭，一个人伤心，天哪，你刚刚。招逢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折磨，对不对？有没有小猪哥哥一直在捏你、冲你，对不对？而且在里面吸得到空气吗？还可以，是不是？哎呦，胆大但要心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摸着疑点的小猪到底能不能发现软糖门帘成功破案呢？别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中华电脑 Top Five。巧巧巧，这个无巧不成书，生命当中凡书它便是巧。对，什么事情啊？就在这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消失了。啊，这是一刹那。这是阿
爱你贱。嗯，我觉得你失去了什么？没发现，没发现。哈哈哈哈哈哈！又找到一个了。通报，通报，快点，通报！笑什么笑？这么好笑吗？这么好笑，这是一个偶像。时间暂停。你干嘛？你干嘛？人家哪里的？我为什么可以笑？哎，人家好，人家好好一个 special， 罗志祥那写孔志祥有没有？那就算了，还搞一个。我配不上你吗？这可以给我。还搞一个。我配不上你吗？你为什么笑场？而且还搞一个猪头有没有？搞得跟杀人犯一样，这张给你的。这张给我哈。对，拿，我帮你签个名。好，你要帮我签名。哎，你拿回去，把它毁尸灭迹。他是笑到眼泪流下来。你是一个偶像，你怎么可以笑到眼泪流下来？好，时间继续。好。继续啊！还剩下没多少个。都那么的明显，你就是找不到，找不到。喂，你这样明天会被网友公干，真的。他说，人家说你叫那个唐崇盛上来。帮我看一下时间剩下多少？16分钟。下面一定还有。好。红尘楼上你请你过去。事情发生的太多，就是你这个白痴。哎，他只要一进房间，立刻就抓到那个点。我前去真的，他该是白痴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怎么都没有啊！这我还没发现，这我在说哪一句哪一段了？没发现哦，没发现。我上去，我上去看一下。可爱，来来，好，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亲一个就让你不算，好不好？就让你重夺，好不好？请快点，好，预备，一二三，开始。好，好 ，OK， 好，那你再躲进去啊，等一下，啊对啊，等一下回来，对啊，这一次就先不要抓到你，等到最后留着最后慢慢凌虐，好不好？好，请进。好了，算了，你赔了夫人又折兵了，走了，我们找兵了，时间。这小朋友的作品啊，这很正常啊，对不对？小朋友能力就只能捏这样，你要教他捏招财猫不行。哎，有可能是人的。爸，爸，哎呀，你都看两次了，还会看？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公、老王，傻傻分不清楚。不行，他变这样不帅。决定在你啊，决定。有就有，没有。是的。他妈的，给你讲脏话。哎，纯粹我是口渴。哎呀，你一个人别笑了。好帅哦。哎，你这不一样是不是啊？你真的要赶快，因为你会来不及。颜色会不一样，是因为……哎，时间剩下多久？时间还剩11分钟。哈哈哈哈哈！下，我用两次，你还用？不是啊，我好几天都没有表现，被换掉。不会。不会，淡淡的就可以。
在意橘子的颜色，不然的话颜色也没办法。小猪，我跟你讲，不要理他们，真的。哎，哇，哇塞，塞，别急。糟糕了，小猪竟然赶上了进度，找到了烧饼拖鞋，宣告不安。所以目前疑点只剩下一楼的体重计数字和二楼的软糖门帘，时间只剩下11分钟，小猪是否能够破案呢？啊，拖鞋啊，太难了啦！烧饼拖鞋，这怎么弄的啦？有没有看到？所以他们为了拼这6万啊，已经计划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好，你到底在玩什么？可以了哈，烧饼找到了。现在才知道还剩几个？好，剩下两个疑点。我们现在才知道，那个太晚了一点。去问一下小池到底怎么样，剩下多久？剩多少？现在还剩10分钟42秒。够十分钟，你剩下两个，剩下两个疑点。碰到一些朋友，紧张哦。如果碰到朋友的话，没有，我别说实话，没有那种感觉的话，哇，你可以离开。我帮你处理好了，有男朋友吗？这边是不会再有男朋友吗？不会，有啊，不会再有吗？忍住了。天哪，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子处罚我？这一咖，如果你要嫁人的话，就是个好咖了。如果你要嫁人，一定要嫁给我。他欠天的，正在帮你很冒你啊，这样。我们全台湾的女性同胞，你如果嫁给他，将来不幸福，你找我。不是啊，我会帮你。我会帮你处理，因为这个是好老公。来，哇，哇。吓到！一般来讲，这里面有鬼，里面有鬼，故意做一个那个，应该这样吓到你就不会有。对，他就以为我会走掉，对不对？就说嫁了一辈子就是这一个，对吧？啊，好吧。你这算你是在做捧梦还是？捧梦啊，捧梦啊 ，OK 啊。我怎么没有感受到他愿意接受的感觉？对啊，所以没有办法。哇，你把证据冲下去了。是吗？而且今天没办法破案。哎，时间差多久？时间有8分半。我看今天是凶多吉少了，好不好？大家聊一聊，放轻松一点。你们今天胜券在望啊，这6万块，我们去那边摆两桌啊。这很简单，小朋友爱玩而已啊。幼不幼稚啊？中鸡啦，中鸡啦。不敢再吃猪肉，还早，还有8分钟。好想想，难道没有看到我手上拿什么吗？闹钟。我提醒你，时候不多了。我以为是什么？你的时辰快到。我觉得他今天会死在哪一关，你知道吗？中计。你知道吗？还是可以。我说乌鸦嘴吗？难道他下一个他就找到是那个的吗？不可能的嘛！比如说你很肥，你很胖的话，你会每天去量？不会，你排斥他。所以说看视而不见。我想是也被找到了。你是哪一国的？你哪个单位的？对不起。我们还剩下多久的时间了？时间1分钟。剩1分钟啊！没有救了，你们投降吧，小猪，你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你没有办法达成任务。哇，要修啊啊啊！今天撇了，今天撇了，今天撇了，今天撇了啦，今天啊，安心的弹个歌了啦。什么曲子？可以点歌啊？什么？可以点歌。可以啊，独有。独有。什么歌？什么歌 ？OK。
改的？哇靠！你真的很屌，对不对？你怎么改的？所以你看，人家拼着6万，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你就看时钟之后给我一个启发。我提醒你，时候不多了。啊，真的吗？就干脆全部找数字有关数字的东西。我明天会被公干死。没有啦，这个你算你聪明了。你看，哎，全部是100。你们被公干了？会啊，网友会说，哎，我们提示，其实我们真的没提示。你问他。你问他，没有提示哦，没有提示，完全 没提示，他只是刚好是告诉我时间，那我就刚好换算过来就觉得，我靠，好厉害，我就知道嘛，刚开始谁在那边每次讲到拖鞋找到拖鞋，讲到棒秤找到棒秤，是你呀、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啊？是你呀、啊，不要再骂我了，我真的我是无心的，有没有？有出金的吗？哎、欸，小猪是你吗？哎、欸，对，哎、欸。这张把你拍的不是很像啊、哦，都是偶像才能办法上这一本，有没有？有没有？王力宏有没有？哎，没想到我也有吧？你打死他！哦，九弟，那那无聊呢？你干什么？好，现在时间剩下多少？5分35秒。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疑点，最后一个疑点，啊哈！啊哈啊哈啊哩哒哩哒，真是我 I want some real love。为什么？这边是有的。然后呢？它的海洋。有的。哎啊，然后呢？空的。啊空的。啊回收。啊去去找别的，找别的。时间剩下多少？最后5分钟啦。5分钟了啊。好的。目前为止，我们小猪已经每一个点、全房子、每一个点都去过了。以前是莲蓬头啦，哈哈。找不到，为什么你呀、啊、找不到。你这样想说那是鱼缸吗？啊啊啊啊啊啊！剩下最后的2分吧。上面你还有，上面哦。小猪的判断在楼上。小猪再次接近疑点，时间只剩下2分半，他到底能不能破案呢？先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小猪的判断在楼上。上面的男，上面的女孩看过来。2分钟，快过2分钟了，2分钟了。哎，有状况，各位。我跟你讲，你想不到吧？徐伟高的代志，太贼，应该不是徐伟高。你要找到的这个最后一个，他刚刚用手去摸到过哦。看到没有？还找不到人的这个智慧会在刹那间消失，他就是笨。剩下最后。
的妈呀，好紧张，我尿都快撇出来了。我跟你讲，刚刚俊男一定是被我找到了，这个应该是蛮简单的啦。这个很简单，但是要说难，我跟你讲，有时候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错啊，太紧迫了啦，太紧迫是，是没事，代表是那个有个理由床上是。50秒，50秒，50秒，床上没有东西。遥控点正常，因为他昨天看着电视睡着了嘛，你。那我故意把东西拿上去，你看。哎呦，我的妈，好紧张啊！麦迟了。哈哈哈！里面超乱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班长，我赢了。周日八连档怎么样？327集案发现场，来宾潘玮柏。这个是让当事人看一下我们怎么玩的，好吧？各位，来，我们到楼梯间来，我们要让当事人输得心服口服，对不对？我们今天撇定了，已经在时间之内啊被找到了，只剩下最后一样没找到，所以今天60000元的奖金啊已经要给出去了。所以给这60000块的时候呢，我们要让当事人心服口服。嘿嘿，小猪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玄关当中，好不好？好，任何一个房间。而且我现在告诉你，你眼睛还看得到。而且你曾经，我们大家，哎，你还摸过？你看你这烂货，这60000块给人家了。你摸过？你摸过？好，各位，就这样，我们现在就在这边等他把他找出来。好，好，好，那你不能动。我跟你讲，你站到我这一个角度，看得到吗？你眼睛清清楚楚。我们现在拍手了。你确定越他越接近他的话，我们越大声，好不好？你刚去找，我看到了。这不是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你羞不羞愧？你还摸了至少5次，你还进进出出，所以你看哦，假面戏，假面戏，假假龙不老主气就这种。到底是哪里啊？各位啊？我想等一下。各位，你刚刚是在那找吗？啊，我在另外一间。对啊，也是没有啊。你那间你至少进去5次。对啊。你看前面那个来拔两颗下来，拔一串下来。是。来，来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来给小朋友，这一堆给你们哈。好。那这一堆呢，就是要给他们了。有一个。真真高兴我见到你，各位。那么我们这60000元的奖金呢、啊，就交给小猪啊。这个是什么钱，你知道吗？这个是买你 MTV 的钱。你现在就把它交给他们，蓝公馆一家。虽然呢 ，MTV 我没了，所以但是我希望呢，开心。这60000块呢，可以让你们都可以很开心，很开心。开心之余呢，到唱片行，对不对？对。听一听。也不要多，我告诉你，直接就买60000唱就 OK 了，好吧？来来，我这个把它交给他们。恭喜！再也没有比上欢乐了。拿了60000块，准备做什么？还没计划。还有专辑呢。对呀、啊，真是的。好，那今天太开心了，再次谢谢小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吧？九孔跟虫虫两位表现也是非常棒。哎呀，谢谢。哎，怎么虫虫九孔怎么都是畜生啊？虫虫危机，一个海鲜。啊，真是的，再次谢谢小猪，我们案发现场躲猫猫成功了。我跟你讲，我反而是忽略掉最简单的。你看，我一直在碰它，一直在碰它，我反而没有看到它。反正是一些你要脱鞋，那是最难的，放秤最难的，我反而注意到。所以呢，真的是越简单的东西呢，是真的越难。我真的，哇塞，快哭嘞！下次我要复仇，我跟你讲真的。等我出下一张专辑的时候，下次我一定要报名。
帮我排一下，我一定要再来一次。我家，那我家会有一些不该公开的事情。先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